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今时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七月三十号哦，旧历六月十二礼拜一。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的新闻。二零一二的王晶机会接龙两天的活动，吸引超过十万名的民众到现场。除了知名歌手的演唱以外，上届予人期待就是几啊万块的高空烟花秀。一百下抗疫学年度，咱彰化县有27间国小的校长移动，30号嘛来办第一届高职典礼，其中阁有17位新都考到校长的胜利军。复兴中公社的模范父亲表扬活动，总共有22位哦，从事这俩遐俩满点工作的模范爸爸全家来领奖。现场的气氛是真温馨又感人哦，来稍等下，让我们上台报道。好，来讲正这新闻一开始哦，来看一个真热闹的现场哦，有中部海洋音乐季千和的这王晶戏会节。28号、29号哦，两天哦，嘛伫这王晶来到的顶场哦。中华管政府哦，即届除了邀请到安心雅、严爵等歌唱来现场演唱以外，现场阁来放烟火哦。这两天的活动，就超过10万人来现场听歌、欣赏这海洋美丽的景色。歌手伫台顶热情开唱，台下观众跟着音乐，气氛是愈来愈嗨。有着打造北部贡寮、南部垦丁、甲咱中部的王晶夏日音乐会，彰化县政府今年同款邀请到真侪位知名歌手到现场演唱。皇宫地区已经涌进了超过了10万人哦，可以说是历年以来人数最多的皇宫海洋音乐剧。皇宫有很漂亮的夕阳，有最好吃的海鲜，还有皇宫的渔港文化啊。当然，今天晚上我们皇宫海洋音乐剧啊，我们看到所有的朋友都拿出他们的活力，拿出他们的热情，要派翻皇宫。知名歌手的歌舞演出以外，王晶戏会节的烟火秀也是整个活动的焦点。主办单位表示，王晶戏港是彰化著名的北景之一，借着王晶戏会节海洋音乐的举办，来带动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继续带动地方繁荣，打造中部海洋音乐的圣地。大众新闻中，梁宏远采访报道。好，说到来到这个活动的现场，会使讲是教育界的大盛事。101学年度，咱彰化县是有27间国小的校长来做变动哦，其中是包括这10位的校长调动，另外阁有17位的校长是新上任。由于哦，这17位新上任的校长哦，踮伫这个县府教育处的时间哦，是有来参与着这彰化县所来举办的百年专文会、台湾典会以及这全国科展，这丰富的经验哦，嘛让这批生力军哦，对未来挑战是真有信心。在颁发感谢奖状给退休的校长以后，县内27间国小的校长正式交接。因为这27间国小的新任校长当中，都有17位是拄啊才考到的新任校长。虽然因拢也无伫你学校的经验，不过这17位新校长，煞拢是伫校用期间专程参与着县府教育处主办的百年专文会、甲全国科学展览，甚至是2012年的台湾典会。后天我们即将长一所学校，肩上的重担更重了，但是我们无所畏惧，因为在各位长官以及前辈多年的磨练之下与支持之下，县府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尽忠职守，
馆长到批完在致辞的时阵嘛，一再来肯定这批新任校长的能力，同时嘛来感谢退休校长对彰化县教育的付出，更加希望下任或者是退休的校长会当将宝贵的经验传承落去。宣誓人，宣中华。大众新闻就是梁中华采访报道。其实哦，伫咧即届即校长交接典礼当中哦，那会当看到，就是画面顶哦，这位保阳乡好秀国小的新校长哦，颜如玉哦，即观众朋友敢唔感觉伊的名就甲即古册内面的即句即“祖宗自幼黄金册”甲“祖宗自幼颜如玉”即三字“颜如玉”是共款啊？和这个名哦，原来就是这间校长的阿祖哦，认为哦，会当永远留予这子孙的哦，唔是这万贯的家财。是思乡团家，因此这爸爸就希望伊的这五十个囝会当好好来读册。伊宋真宗哦，力学篇中的这俚句哦，来号名叫做颜如玉。新任颜如玉校长接。保阳乡好秀国小新古人的校长交接，伊就是新任校长颜如玉，是彰化县100学年度17位新任国小校长的其中一位。严校长讲，这个名是让伊的成长过程感受到真大的压力，所以伊就必须爱特别打拼。觉得名字就是比较特殊，那若咱真卡人讲，就是有较招摇一出来。但是我觉得也带给我莫大的好处，就是当念书啦、求学的时候，几乎全校都会认识我这个颜如玉这个名字。跟学生介绍，因为我们学生年纪还小，但是一样啊，就是会跟他介绍我是新任校长颜如玉。那希望呢，大家能够未来用功认真的读书，那朝向呢，未来就是希望目标能够达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这样的理想。除了彰化县的国小校长换真侪新人以外，彰化艺术高中的总务主任林义文嘛成功考到国立云林特教学校的校长，本身是台湾族的林校长，自细汉拢互本地人叫做环啊，所以伊就真认真读册，一路读到中师大特教系博士班。是在帮助别人啊，也在帮助自己啦。对，为什么帮助别人？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因为从小时候哈，就是求学上来哈，觉得自己是弱势的族群啊，所以我一直是想说，在这个弱势族群里面，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定位好，然后去发展自己的这个潜能的部分。当然，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经验啊，就是说很多时候要去寻找自己的贵人啊。林义文强调，不管伫什么位置，拢爱全力以赴。伊嘛甲家己讲，一定要勇敢承担。不管出身如何，伊相信打拼都有贵人的相助。大众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画面顶哦，这位住伫在大城乡的自强爸爸郭林杰哦，10年前因为车祸失去太太，身为植物人。这两个月了后是积极来清醒，伊为着三岁查某囝是真骨力伫咧做福建哦，嘛希望会当找到一份这稳定的头路，给查某囝一个安定的生活。马上回来。车辆造成事故几率高，所以无论是毋是会当直接倒弯，拢以两段式倒弯较安全。若要转弯，嘛爱让直行车先行。彰化县政府关心你的行车安全。求职面试请留意三大准备及七步原则：收集应征公司资讯，仔细检视征才内容。请朋友家人陪同面试，记得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挥发工作。求职面试，多一份准备就多一份保障。明道大学进修学士班开始报名了，公司立中高职毕业或同等学历都可报名，周末班同步招生中。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
自驾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即六月十三。根据即通讯的记载哦，明仔在位伫个嘉南方，好时是早起的9点到11点，下即祭祀祈福。另外，还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好，新闻继续来看一个热闹的现场。过过八天就是父亲节啦，福建乡公所嘛特别提前来举办这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哦。这只受表扬的22位模范父亲哦，每一位这得奖者的这背后哦，拢有一段真感人的故事。这场面是真温馨、够感人哦。22位得到表扬的模范父亲，福建乡长连礼上嘛，一一来颁奖奖状来表扬这父亲辛苦培育子儿以及照顾家庭的精神。陈爸爸出生于农家子弟，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十指浩繁，不想毕业就得出外谋生，主要是为了年轻媒妁之言而结婚生子。对着迄挂平常时点点为全家吃苦付出的身影，如今会当伫咧台顶接受模范父亲的表扬，伫咧台下的囝儿嘛拢感觉真光荣。今一个表扬呢，咱公所呢非常的心中，不但是呢，还佫做手册呢啊，做一个纪念吼。尤其是呢，即届福建乡的模范父亲呢，都来自各行各业，有做田的，有讨海，甚至各工商界拢有。拢是受到大家村长甲地方的肯定，受到因细碎，感觉讲伟大的父亲伫这几啊十年来的付出。上届大事咩，就是福建乡长连礼上阁制作着一本小手册，将每一位模范父亲的人生故事写伫咧馆顶。这事迹会当值得大家来肯定，嘛爱得到咱公所的认定，合格以后才会当得到模范父亲的表扬。您嘛是性格学习的所在。福建乡表扬模范父亲的大会，得奖的有人种田、掠鱼、饲鹅，不管伫咧人生的路途上吃了偌济苦，或者是晚年归乡停达，徛伫咧台顶22位查甫人甲囝孙仔之间的亲密互动，这个时间上届幸福的称呼就叫做爸爸。大众新闻林桂英、福建采访报道。啊，那过来哦，要甲镜头转来去大城乡，来看这厝是住伫大城的郭先生哦。今年伊是来摕到这家父基金会自强父亲表扬。这十年前的一场车祸哦，是来夺走牵手的性命，伊家己嘛来变成植物人。这真无简单哦，这醒过来哦，却因为这脑部受损，行动出来无方便哦，找袂到这稳定的头路。伊即马嘛希望这社会大众会当甲伊斗三工。好，伊有工作，会当来请养查某囝大汉。就算中华家福中心自强父亲的郭林杰，因为10多年前的车祸，当时唔那造成太太过往，家己嘛险啊变做植物人，因为行动无方便，领完奖落台时阵，阁险啊跌倒。但是伊坚持不爱人扶，就是这么坚强，坚持靠家己的力量，将查某囝饲大汉。今日白挂架客厅看起来真乱，柜仔顶甲桌顶的罐头拢看会出因的家境无好。灶坑内底青菜嘛拢是家己种的，无收入来源，只会当靠现有的食物勉强来维持生计。冰箱的菜拢，阮拢是食了为止，拢食到三工左右啦。嗯嗯嗯。啊，就是安尼生活会得过啊，阮都无啊怎找无工过。常常行路行到一半都有可能跌倒，但是关键是坚持，靠家己的力量站起来。慢些哦，跌倒自己爬起来，这小事情慢些。手机这共款对植物人扯过来，支持伊上大的力量，就是伊的宝贝仔囝。我太太虽然走了，可是我有一个女儿，
他那时候我们车祸的时候三岁而已，现在已经14岁了，车祸11年了。因为他，我真的很想给他一个正常家庭，可是天给我们这样的礼物，我没办法，我也是承受。可是我不想我女儿受到什么委屈，我不要被笑说单亲的。郭林杰精神，让人真钦佩。今年得到家父中心自强爸爸的表扬，但是伊嘛是希望会当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来饲家庭。大众化新闻张世良大声采访报道。继续来看，有一名得到乐透的民众哦，为着要来行愿，为29号开始，是伫这园林镇哦，连续半年每礼拜中昼，讲要来发送这1000粒的这素食便当，予民众来享用。这消息一传出来哦，个人是吸引真侪民众来这排队领这便当哦，嘛真娱乐，这名低调乡亲是真有爱心。为着领免费的素食便当，排队的人潮对顶啊卡排到大马路顶，将近200公尺的人潮，搁爱出动义警来指挥交通。普度众生，那为什么说普度众生？因为芸芸众生中吼，大家有大家的问题。1000粒放伫咧桌顶的便当内底，有各类菜、豆干、番麦等六项菜色，看起来真好食款。真侪民众嘛希望摕到便当会当有好运气。更希望说可以分享他的喜气，沾沾他的那个福气。没错啊。怎么说？那、啊、就是看能不能心想事成啊，就这样子啊。心里很舒服啊，做善很好。吃这个便当以后，身体健康。便当业者讲，关键者是一位住伫咧台北钓到乐透的民众，为着行愿，转来故乡园林镇，对29号开始，每礼拜拢会准备1000粒素食便当，免费发送半年。但是得奖的金额甲得奖的相关细节，店家唔愿意讲。一个礼拜的预算，便当的预算大概是6万块钱，那半年大概是24个礼拜，所以大概是140几万左右。这个是纯粹，这个是便当的一个善款。那这一次这个发愿的这个人，还愿的这个人，他另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可以把那个永和我们平常在店里面给人家供奉的这一个许愿的观音，也可以随着这个便当这半年把它移驾到这个园林这边来，那开放给在园林这边的乡亲可以就近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许愿，跟他一样可以得到这个好运。大日头卡排队要一点钟，真侪民众拢是大粒干、细粒干，就算讲发完便当，一名乐透得主拢无狠心，但是摕到便当的民众是食了真欢喜，嘛希望至少会当分享一名乐透得主的喜气。大众新闻林桂英、关林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大中华地区，再来发生什么大细项的代志，来看大中华报你知。彰化縣田尾鄉的陳林兆生活勤儉，不敢買飲料來止嘴巴，他在田尾開藥房，不過在30年前開始在路口擺設茶水桶，傳承鄉村奉茶的精神。雖然真驚騙笑說茶水桶也沒被人破壞過，不過他堅持愛心，想到就要去做，點點行善也讓很多學生跟過路客可以得到飲水的方便。连续高温，大家拢往有冷气的卖场或者是百货公司坐过，户外夜市相对人潮就减真多。为着要让人客又回来，彰化田尾花园夜市大放散吸人气，只要在夜市有消费，就可以得到一包卫生纸，拿到免费的卫生纸可以拿，坐过的民众就算坐到大粒半、小粒半也真欢喜。彰化縣竹塘鄉的果農20多年前將吉州的葡萄園轉型變成是種邊地的嫁接來，專心投入種黃金來，雖然也賣過60多萬，不過經過向國公請益和自己研究，總算試種成功，旁邊的黃金來也深受顧客喜愛，他也希望這可以來打響竹塘好來的名聲。讲过了后，要带乡亲来去鹿港镇哦，看这第15届篮球比赛。今年是有20队来参加，大家嘛伫这球场顶面哦，拼输赢，发挥这运动家的精神。安装省电器就能省下电费吗？错。不孝业者谎称安装省电器就能省电，是欺骗的行为。要省电，拔掉不用的插头最实在。台湾电力公司关心您。一期君越圆满销售，
二期因果荣耀登场。惠来建设感谢有您。彰化市中心信义国中桥，惠来因果为您扬起信义民宅的繁华奏鸣曲。惠来因果，中华西路金马路口，7613458。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2012伦敦奥运无线舞台高画质频道在凯擘数位有线电视看得到。7月28日起，数位电视用户可透过以下频道免费观赏2012伦敦奥运：第212台明视 HD， 第213台中视 HD， 第214台华视 HD， 第215台台视 HD， 第216台公视 HD。详情请洽0809-009-658，凯擘数位有线电视。到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这鹿港的纳威会哦，已经有15年的历史。每年在这暑假的期间哦，伊嘛拢会来举办这个篮球的邀请比赛哦，邀请这26乡镇优秀的篮球队来比这球技。现场的气氛是真热烈哦，大家嘛拢互相来加油，希望对方哦都会当打出好的成绩。在鹿港国中的篮球场，两边的篮球球员进攻和防守都很激烈。边的队员也是亲戚朋友，也都很专心在看这场精彩的比赛。这是鹿港篮威杯一年一度的篮球邀请赛，总共有20队冠来好手做伙来比赛。今年是我们鹿港篮委会成立15周年，那鹿港篮委杯今年也是第15届，哦，那我们参赛的队伍哈，有来自彰化县的26乡镇的好手，总共有20队，那今年也增加了2-3支台中的劲旅来参加这次比赛，那这些球队他们的比赛经验都是身经百战，哦，那他们的技术水准都非常的高。鹿港篮委会篮球邀请赛已经进入第15年了，其中在中青组，阁有一队是白阿囝。后生进场比赛，爸爸伫台下是看甲真紧张。篮球，我从国中就开始打，已经35年了，到现在也还在打。那你把你打什么组的？我以前打射族，现在当然打长青族，到现在打50岁族了。你觉得说你儿子刚好也过来打射怎么样？哇，他从小就国小就带他去打球了，我，哦，让他有个正当的娱乐，哦，什么运动这样。这对爸阿囝这回拍篮球有10年的时间啦，即马因为爸爸有岁啊，该拍这中青组的比赛，伊的后生嘛对上爸爸的脚步，伫个少年组拼一个输赢，传承爸爸拍篮球无认输的精神。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后来，过来来看，这现代人哦，对家己厝内这宠物哦是愈来愈宝贝，这钱嘛真感慨哦。地处这个宠物市场的商机是真大，有业者就专工为国外引进专利科技的这活氧能量SPA机、跟纳米净肤机，准备哦要让这狗啊伫咧专属这美容师的服务之下，享受这皇帝才有的福利。美容师专业的猎灵手法，搭配业者对国外引进的超音波水制造机，让狗狗全身躯泡伫水内，享受着全身的舒压，促进新陈代谢的高档水疗享受。除了全身躯放松的活氧 SPA， 透过科技设备制造出的牛磷色超微细泡浴，让狗狗的皮肤达到亲近的清洁。我们希望透过健康的沐浴方式，那达到最好的方式，让宠物是用健康的方式来沐浴。
然后也让一般的在家里照顾的饲主会觉得说他很轻松就能够照顾他的宠物。洗完奶米净肤和活养能量的狗狗坐在造型台顶，享受着温暖的吹风机，等待美容师进行量身区打造的专属美容课程。好，妹妹好了，我们可以回家了。现在宠物真的很幸福，用好狗名来形容真的一点也没含，对实验区造型台以及美容师宠物店的业者严格把关，每一个环节都要求做到最好，就是希望让消费者和新来的宠物都可以拥有到皇帝一般的等级享受。大众新闻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七月三十号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是72公吨，总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23.3元。过来来看详细交易情形。上价32，中价27.5元，下价21.8元。各类菜上价36，中价31，下价24。包心白啊上价15，中价13元，下价10元。菜头上价18，中价14，下价10元。上价26，中价24，下价22。菜粿上价30，中价22，下价13。韭菜花上价57，中价54.5元，下价50。葱啊上价100，中价85，下价70。上价44，中价30，下价16.7。苦瓜上价32，中价19.5元，下价7元。刺瓜上价30，中价17，下价10元。冬瓜上价25，中价20，下价15。今年这个第九号的风台苏拉哦，即马是用真慢的速度咧刷叮当，时速只有9公里哦。目前哦，除了豆豆来接近咱台湾哦，这个强度嘛继续伫咧增强，暴风圈嘛继续伫咧扩大哦。这气象局嘛来预告，这苏拉风台哦可能会来转变为中度风台，暗时8:30嘛来发布这海上风台警报哦。加上受到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哦，这拜三加拜五风雨可能会是。上强的哦，过来来关心各地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日7月30号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从今天起，让您的视野更开阔，一起迎接影音新时代的震撼。国家地理高画质频道重新定义你所看到的世界。小资企业向前冲，
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